在学校拿过几次冠军呢？几乎出去都是冠军。对，应该有没有曾经没拿过冠军的时候？有啊有啊，那个印象应该比较深。我们要想一下那个胡宝跟高彦的感受。还有蓝鹰的。体育夜总会，今天哪一位？大家好，我是田鸿奎，也欢迎我们的助理主持人曾公，曾公曾文成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制作单位写助理主持人，我都有点害怕。啊，真的吗？怎么你这种辈分是当助理？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，对不对？曾公，今天我们这一集啊，要访问哪一位呢？哎、欸，不是一位，哪两位？两位、嗯，而且据说啊，你要求今天一定要来，为什么呢？就统一双雄嘛，其中一个，你的平头，我太太太喜欢他头球。哦，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金孙古林瑞阳以及村长林俊凯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古林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俊凯。哎，这两个人看起来是不是长得很像啊？曾公啊，真的超像，因为他们在一起久了，在一起太久，时间太久了，所以我们接下来马上这个单元就要来考验哦，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以及。到底是不是能够互相伤害？让我们进入到九宫格 Q&A 时间，耶！嗨，今天的九宫格 Q&A 啊，因为我们有两位特别来宾，所以规则比较不一样。真的吗？我们今天要让他们两个来 PK 一下。哦，是啊，看谁能够先连成一线。哦，横的、直的都可以。都可以，横的、直的、斜的都可以。然后对方就输了。好 ，OK。然后就要接受。啊，答错怎么办？看你答错几题，你就喝几杯、啊、好不好？我们待会有嘿哟辣台妹，辣台妹，搞定，送上苦茶，好不好？期待这个嘉宾的出现。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，你们两个谁要先？古林呢？古林，哎，那比较近的。你先拿着这个，拿先发投手。你觉得你看先发投手？对对对，要先上场。那你觉得你看这九个哪一个？你想要先来尝试的呢？我先丢红中啊！哎呦，直球对决，碎了，来，哎，直接戳吗？直接戳，对对对，随便你，不要受伤就好。你用头撞也可以。古林在2021年赛季在哪个球场防御率最低？应该是新庄吧？哎呦 ，B， 你确定？对。为什么你在新庄投得特别好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怕他说他不方便，很好丢。没有。答案说是 B， 新庄球场，没错。古林在去年球季新庄球场防御率只有 1.95， 哦，猛啊，这么低啊，脆啊。啊，接下来我们俊凯，他已经抽那个最远的，这个、哦，嗯，赖超，什么题目？很简单吧。棒球场草皮通常都是种植什么草？猫草。猫吗？应该是忘忧草吧，这个。那我一样猜 B 好了。B。真的是被我影响、欸，真的。所以看起来靖凯对于他只知道移防去接球，他根本不知道他采什么草。我只知道怎么吃草，不知道他是什么草。你常吃草就对了。他铺了很长都出地了。我们正确答案是 C， 百慕达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是大联盟所使用的草皮啊，基本上都是百慕达草。目前台湾有使用的球场呢是新庄棒球场。啊，所以还是有这两个草。那两个是那个乱编，乱编的就对了。我们的玩编随便乱写的，没想到你就上。对啊，属于玩编的。那古林接下来要猜。对啊，最近的。完蛋，你绝对不会。国文不好。随便猜一个好不好？75。哎呦，直接猜最多的。直接猜最多的是。对啊。那正确的答案是 A。73话，因为林俊凯三个字是33，33嘛。古林其实前两个字很简单，39嘛。对，他是40话，40嘛，40。好，这个应该曾公，你知道你名字几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有点强人所难嘛。你我的距离，你我的距离，左手球到二垒的距离是多少公尺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先问哦，投手球到本垒板应该古林瑞阳知道吧？靖凯先是投手，18.44，对不对？曾公没错吧？可是我会打 pass， 其实他们都会啊。对，我这边打 pass， 可是很少人去问投手丘到二垒垒包。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随便猜啊，好，随便猜好了。那我就猜最近的了，20，我猜 A， 20点。好，那猜一个整数，最长的，最长，哎，你确实。
20.4， 正确的答案在这里。哎呀，被古林给猜对了。哎呦，20.4公尺，所以这个要算古林，所以这个算古林。对，上一次我记得那个天哥来的时候，题目没这么难。啊，真的，太对啊！怎么这次换成统一狮民要抗议了、啊？真的。对，好，赌王卫权，哎，跟统一有仇，这我不知道。好，所以两个人最近一题都答错了。那下一题换古林。哎，古林剩这个吗？对，古林不剩这个吗？剩中间那边你猜错了嘛，所以你这也没机会了，你只剩这里。对啊，俊凯到现在没查。我们都是。以下，你这打错了，不要问他。你猜啊，对，不要提示他。古林，头发我给你妈妈，可以吗？手机，来，帮古林手机拿过来。手机，他知道了，他应该知道，他知道了。我猜 A， 正确的答案就是 A， 祖林记。哇，哎呦，他只发一个，猜一个，不用扣啊。那我问一下古林，你有参加过你们泰雅族的任何祭典？老实说，我没有，都在打球，回去。因为不常回去部落。那你觉得啦，你跟泰雅族最深刻的连结，到目前为止二十几岁的人生最深刻的连结是什么？可能是那个吧，哪个？应该是那个口簧琴。赛德克芭蕾。哦，赛德克芭蕾。口簧琴。对啊，口簧琴。所以靖凯呢，还有别的？纹面吧。啊？纹面呢？纹面，你有纹过面吗？还是你以后家族可能贴那个吧，贴纸啊，因为真的很没过去。OK， 好，两位都是泰雅族的运动高手。好，这题答对。啊，靖凯，靖凯你要挡他。对啊，我要挡他。靖凯，2021年赛季的收费率是多少？教官，我那一定是0.985。当然希望越高越好。对啊，对，没有人在乎小数点后面第三位的。这个答错了，后面被郭天信笑了。为什么？郭天信对他自己数字很清楚。哦，对。对啊。可是郭天信他知道他自己的守备率。哎，对。搞不好不知道，那我们也不可考。我只知道几次失误。几次？九次。九次失误。那守备机会没有忘记了，不然我就可以算了。好，那我们正确答案是 B， 0.98。我也想讲九八四。我觉得这个对他不公平。他没有说太多安打球了。林靖凯最后 nice play， 哇！生日快乐！好，来，希望是林靖凯生日。哦，生日有。平正。你还以为是林靖凯的生日几月几号？我们还没有18岁嘛，那我们才17岁。哪米哥2011？我觉得应该是导演，你们往下。好，那你们觉得答案是？那就猜。猜 B 是是18岁3个月，其实也很接近哦。没有，我们两个一起想猜的。我叫你猜，总之答案错了。很接近哦。很接近，那就这个了。C 了啊，就是18岁有5个月。OK， 其实这题真还蛮难。我这太难，因为平镇高中棒球队呢是在2003年的8月成立的，到现在。18年，2003年，2003年8月，两个在学校拿过几次冠军啊？啊，当评审，你们两个几次哦？应该出这个题目，这个题很难。这个也很难的，这个也蛮难的，这蛮难的，几乎出去都是冠军。对，应该是前几吧。有没有曾经没拿过冠军的时候？有啊，那个印象应该比较深刻。高一、高三的物联。那你们要想一下那个古堡跟高燕的感受，还有男音的，进场了。靖凯选一个，我选学长。学长学弟。近5年来，平镇帮投入中职选秀被选上的有几人？我猜18。那我们就18，因为我们18年进来。最大。因为对。你们跟上一期的那个天哥不一样，他喜欢很中庸，他永远猜 B， 就看影片。我们永远都在前半段。所以我们刚刚提示还不够明显。对，永远猜 B， 永远猜 B 吗？那就 B 了。林靖凯聪明，一定是 B 了。正确答案就是 B， 17位，好不好 ？B， 最后一题了吗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戳之前呢，你从这个符号看得出什么东西吗？这就是飞啊。哎呦，所以你们都懂。这个是凯，可能比较略懂。这是 PTT 上面大家用这个方式来
来跟你们呼应你们的那个动作。啊，是是这样，好像是二零年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。台南棒球场总共有几个观众席位？观众席位，我猜 A 啊。你们答对了，我们现在统计出炉，古林喝两杯，靖凯喝三杯，我知道吗？好，我们的处罚出炉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奉茶的辣台妹，辣台妹进场啦！好辣，好辣，好辣，好辣哦！好辣，先闻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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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姿势很专业，很香吧，很香吧？这姿势很专业，真的是。虽然通常送茶都要一起喝一杯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我喂你啦！不要不要，我来听歌。不用了，我喂你。五羊男喝一杯，哇，睡啦！呜，哎，谢谢你，还跪在这边，不好意思。但这个没钱，还要喝一杯。跑出一个横刀夺爱的天哥，天哥自己还喝了一杯，真不好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跟同一师队两个。新生代的巨星，巨星来好好的聊一下，因为古林啊不容易啦，因为在上个赛季，他终于达成了生涯第一次的100局，可是呢，到了总冠军赛你又没有办法上场，你会觉得有点遗憾失望吗？就一定会啊，因为其实打总冠军赛这件事情对球员都是一个目标，这样都会想要。对，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吗？今年球季呢？今年球季是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这个局数应该可以再拉长。那我觉得可以，可以。其实去年球季，很多人都非常想看本土王牌的对决嘛。对。你跟徐若曦的对决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很多球迷所期待的。没错，我觉得真的很嗨。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我在讲，比过去的所谓四大天王，球速也好，你看他身材又好，那徐若曦的紫砂球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看。对，哇，今年非常期待古林的表现之外呢，我们刚刚提到2021年的总冠军嘛，对，那2020年同一师队封王的时候呢，哇，这张照片怎么回事？古林瑞阳竟然在球场附近的一个餐酒馆看比赛，哎，帮我们拿一下这张照片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这里。哦，最中间这个就是。哎、欸，这张照片呢，我刚看了一下，真公，这看起来有点像韩国的欧巴，又有对有韩星的味道，然后又有一点日本人，因为有什么？对，有虎牙嘛，对，所以你走在首尔，走在东京的街上，人家大家都是跟你讲韩文或日文，没有违和感，没有违和感。你常常被人家这样讲吗？有时候，有时候搭计程车也会啊，计程车司机说，哎、欸，你好像迪迪，你好像韩国人这样。不是说，哎、欸，你好像那个职棒球星，没有。所以当时在这边，你看了整个总冠军第几站？这是第七站。第七站，蜂王站。蜂王站。然后也没有人认出你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没有。你进去之前，你觉得同意有机会吗？在第七场之前？我觉得有、欸，有、啊。对啊。OK。可是你那心情会觉得说，如果我在现场多好。应该说，如果我丢多好。对了，不是只有在现场。如果最后啊，不要说最后了，对，先发是他的话。对。所以你在那个这个现场，你讲一下当天的，还原一下当天的状况。当天的状况吗？其实大家就是会随着比赛的那个起伏，然后他们情绪也会跟着起伏。那我有一个很印象深刻，就是有一颗靖凯有一颗黄金飞球没有接到，然后里面人就是骂，对，骂什么骂？骂。哦，当下你坐在那边，你会觉得很尴尬吗？是还好，但我心里就会想起那颗球真的没有转播拍起来那么好接。靖凯是有一点那个吧，有一点蝴蝶球，蝴蝶球没接到。对啊，你有没有感觉说你第一次坐在有点观众席里面看球那种味道？因为你们平常不会坐在那种地方，有没有那个气氛跟你在大告里面完全不一样吧？对啊，其实很紧张，真的很紧张。我说看，因为我在吃汉堡，我拿着，然后这样一直这样拿着，然后都还没有咬一口。看比赛，所以靖凯也有去过这个餐酒馆，后来去过。对啊，那你觉得跟球迷一起互动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们当时一起去的时候也是播放着比赛吗？还是说也没有去，只是去吃个东西吃饭？对。所以古林这样的感受你是没有过的？
没有，没有坐在观众席，没有那么多人，也没有就是一些比赛在看，可以看那样子。对 ，OK， 哦、oh, ，所以这个感觉是很特别的一次。我只有在场上的感觉，没有在场下的感觉。那你希望永远 always 重要的比赛你在场上吗？我不要像古林那样子说，为什么那场比赛如果是我投的话？我现在比较希望我们可以两个一起站在场上。哦，哎，希望我不要再去那里了，我们都一起。但因为你们感情太好了，你们是室友几年？从平镇开始当室友还是更早？平镇，我们国中、国中其实就有认识，只是就不同学校。你苗栗嘛，他台中嘛。哎、欸，我国小是苗栗，可是我国中在台中，那不同学校。嗯、那会连队就？有那时候、国三的时候连队，就是会有都会遇到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你们等于从国中就开始当室友，一直到同一室还是室友吗？那真是室友。所以对彼此应该是比我们两个还熟悉啊，真的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俩至少没有睡在一起，没有，我们是白天张开眼睛的时候在一起，你们两个是连睡觉的时候都在一起，我们没有睡一起，我们分房，分房，分房睡，你们不睡同一张床啊？不，对，我知道，但是还是同一个寝室嘛，才叫室友，对对 对，所以。就彼此之间误会了，不要说睡同床，当然，分房睡，绝对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，不会影响到你们未来的幸福。但是，请古林讲一下，靖凯有什么样的怪癖？他吗？对啊，我们，警长还没收假，就由我 Google 小姐来帮忙找东西。哎呀，现场搜到古林瑞阳跟林靖凯的签名球，为了证明是你的，请在底下留言，因为林靖凯睡觉有什么怪癖，所以古林都不敢靠近。以上赏赏上，没事，我只是想练习转音。如何帮助球队来创造一个王朝？好，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单元。又没默契。再一次，再接一个。哎、欸，这个剪进去比较好笑吧？